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搜狗当 NLB 的一日店长。一日店长。耶、yeah, ，今天整身都好看，先看你的。你知道你的是我帮你挑的吗？感觉得出来，就是套装。套装的，很喜欢的。来看一下你的。我的也是主打一种。你今天是有脏辫吗？有。Jarvis 帽用的，贝雷帽，贝雷帽，然后短裤，然后大 logo。有，看清楚，来看一下其他人的。今天你的 NLB 的衣服是这样的，然后呢？紫色，然后我今天搭配就是想要走一个学院风。大便。问一下你们两个今天的衣服是怎样的穿搭？今天就是一个白 T 加牛仔裤。我走黑暗系，看一下全身。差不多这样了，今天就来当。你讲过了吗？我今天就是穿。那我也拿回去。那这真的很难讲。我是突然按一下，然后鞋子。怎么这里都鞋子吗？然后我跟大家说，大家会觉得穿棉裤很普通，这棉裤是超厚的棉裤。可以拍吗？66。66，六十六是谁？66有。这边，恭喜恭喜！欢迎来到芭比的音乐教室。我现在在做我们10月7号上演的音乐，现在完成大概95%，剩下5%可能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画龙点睛一点。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改变的音乐长怎样。So， 首先是把鼓做得很急促一点，听起来比较满，然后再加一些哈莱上原本的元素，听起来就是。这样听起来会有点单薄，没有一种很进入 dance break 的感觉，所以再加一点点的管弦乐器，还有主旋律跟一点点的小碎拍的那种鼓声，听起来就会像这样。OK。到这边，在进入整个 dance break 的高潮点前，我又加了一个 folk 音乐很常会有的音效，还有把这个音乐的速度加快，就像这样。Let's go！ 磅礴感在提升，然后再 remix 一些很酷的人声，听起来就会像这样。希望五编排完大家会喜欢，那我们就10月7号见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正踩左右的时候又要一起，要跟你们一起上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铁玫瑰 Vlog， 嗨。然后不瞒大家说，其实我今天是失眠状态，
没有睡觉。你没睡觉？对，我没有睡觉。我也没睡觉。但我醒来了之后，我就想说，反正也没事做，我就先自己装发了。然后到了公司之后，我收到一个很好的回馈，请你自己说出来。哦，就我说有点今天有点走小家耳，就是这样的概念啊，给大家。这是小家耳 ，OK。对，小家耳。我说整个整个感觉有点像小家耳，超喜欢这场地的，很开心第二次来到阳光剧场。然后跟大家小知识一下，铁玫瑰音乐节之所以叫铁玫瑰呢，是因为它搭建舞台的时候啊，它的钢筋架子很像一个玫瑰的样子，铁玫瑰，对，玫瑰的样子，是吗？所以他们才会叫铁玫瑰音乐节。你很 Y2K 欸，还有这个，所以你今天是什么风格？我今天是一种现代主义配上复古元素。 OK， 是混合的，是混合，而且它这个重点像这边还有一个小细节是它是蕾丝，太耐看了，我才看到它是蕾丝点点的，大度输了，所以要戴。但是我 maybe 想说，可能说有点曝光你，你要低一点，这样。哎呦，白雪公主，我觉得它凸起来的，它是 3D 的呢，而且它戴起来超舒服。那可以，它有机会变成你日常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觉得 maybe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潮流，但是我不确定，但是我觉得蛮好看的。我今天是一个大小风。那你为什么今天会想这样穿？我没有这样穿，我其实我穿完我才不会很像大黄蜂啊，很像大黄蜂，是我是大熊，大黄蜂，是我说我是大熊，大黄蜂就是大熊，有啦，我今天没有故意要这样穿，我只是想说要穿这样，然后我就不想要穿那个大熊蜂了，对，我没想到我会变成大熊。有人肚子痛。对啊，好可怕。大家都知道玫瑰茶不能喝那么多吗？你该怎样会先倒？我最近太爱喝玫瑰茶了，结果我昨天就喝很多，我就喝了三罐，结果我早上七点就起来拉肚子。怎么了？你要介绍你今天的时尚。我们今天走一个大垫肩，与龙共舞。有看过吗？那你的铁丝玉玲珑。对，是与龙共舞那个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比较旧的。好，有吗？一边走一边讲。好，当我今天的穿搭。干什么东西？再次再次再次，让我们欢迎孟威。好，我今天的整个穿搭就是全黑的，然后呢，它就是有一点半截露腰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我的这个裤子呢，跟衣服是一丝，它的耳朵也是。欢迎 Nielsen 参加台北时装周。有介绍啊，介绍啊。我今天走一个男版 S 趴的感觉，男版 S 趴的感觉，嘿，然后呢，有什么重点吗？这个穿搭超酷哦，这是洗碗的手套吗？不是，这是芭比的脚套。哦，有一个利用，再利用，对啊，欢迎 Vera 的兰蒂。要加那个罐头掌声，边讲话边讲话，你要说你今天的穿搭概念是。我今天就是走一种国风的感觉，所以我今天表演有搭配一点点国风的动作。
我现在要去下蔡正，等我一下，我换个镜头。蔡正就在这里，预备哦，你看看，超认真。一二三，不。我大笑话。再次，再次。我练舞吧。第二次下蔡正。第二次成功。我们看前面的，一二三，好了，再一张，再一张，再一张，一二三，耶、yeah! ！